划逃走，去很远的地方看风景吗？啊，原来是画了三只熊熊的地方。所以你是前卫派水彩画家吗？表现主义中的印象派。我跟你去吧，我超爱表现的，保证让你印象深刻。看，你们看，我人这么机灵，还准备了徽章。不，才不会呢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强壮，你看我超级有弹性的哟。那个我会，我做过了，我举重可以举超高，而且我从来都不会累。有一次，我绕了全世界一圈，完全没有休息。这哪比得上我哎？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，厉害吧？气跑到我的鞋子里了，好痛啊！真不知道这些石头怎么跑进去的。风格，你有看过古埃及有名的金字塔吗？那是我设计的。啊，这也是我设计的。曾经看过罗浮宫的丽莎蒙娜吗？我就是那个模特儿。哈，哦，真好笑，哈哈哈哈！如果你当模特儿，你的画像一定会是正方形的，没错，黑色正方形。而我，对艺术家来说呢，就是无止境的灵感泉源。想这样啊，可是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超厉害的厨师，我知道怎么用炉子烤蛋糕哦，泡满了棉花糖，还有好吃的蘑菇。Woo!
曾经扑灭过更大的森林大火哟。怎么啦？你怕被熊熊骂吗？我不怕熊熊，一点都不怕，是他才要怕我，因为我对他很严格。他在我面前绝对不敢捣蛋。不乖，去，去罚站。不乖，去，不准吃零食。不乖，去去去。熊熊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会乖乖的。你知道吗？说话真的好难哦。我们还是别再乱吹牛了。我们应该多多利用想象力才对。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有一次我骑着炮弹飞上月球哦。Thank you.
收看的是午间新闻，今天的头条是在即将破碎的爱情面前要勇敢一点哦，亲爱的，你在自己的痛苦面前要勇敢一点哦，亲爱的。我们跟你走，跟到天涯海角。像你那种东西我们没有哎，那个东西我们也没有，我们肯定也不会有那个啦。但我们还是要跟去。什么呢？
不行，这也太过分了。什么？忍者？那是谁？哦，没人看得到他们，也没人抓得到他们。那我要当忍者。这衣服还不错嘛。玩得很开心。好无聊哦。我们真的玩遍世界上所有的游戏了吗？我们还是可以玩别的，比如在台上演戏一样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，达莎？我们现在就做，上演一出戏。看这个，我们从古典剧院开始吧。好无聊哦，歌剧绝对要比古典剧有趣多了，有华丽的衣服，还有唱歌呢。芭蕾也很无聊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演一出经典的戏剧，能够演悲剧更好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演歌剧。戏剧更好，只有歌剧才唱歌。我提议我们来演一出经典的戏剧，不，戏剧，经典戏剧。我们应该演歌剧，歌剧。只要戏剧，经典戏剧。我们要演歌剧，经典戏剧，歌剧。我们应该要演经典戏剧，我们要演经典戏剧。
我认为我们要演经典戏剧。我想我们有演歌剧。这真是个好主意，芭蕾舞歌剧添加戏剧元素。你可以继续炫耀你的知识，我要来写歌词了。在意大利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啦啦啦啦啦。没有人比我更坏，戴上邪恶大皇冠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大坏蛋。看到别人相亲相爱，我设法从中破坏，让朋友互相伤害，变成仇人我最爱。制造最大的战争，制造最多的敌人，我来主导这场秀，我是老大，我来主导这场秀，我是老大。哦哦哦哦，他真可爱。怎样想抢走他，你休想。不要，我不要胡桃钳。这次勇敢的英雄不幸失败了，坏蛋成功了，请你们继续坐在原地欣赏我们的表演。时候去展现我的魔法力量了。逃到哪里，我都能够找到你。逃不出我手掌心。不，我们才不怕你呢！快点走，赶快离开我们！
的假的？真是大牌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